接下来我因为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直播秀当中呢，好多好多朋友都留言也给我们反映说，哎，好喜欢听黄梅调的歌曲。哎，今天这两位还可以尬在一起唱黄梅调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，你就自己来听看麦吼。欢迎我们的如萍丽夫妻双双把家还。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台，我们的立新直播台。当然谢谢我们平时呢餐饮业啊，就是今天晚上呢特约了这个节目，让大家又可以在线上呢观赏你们最喜爱的歌台，听你们最喜欢的歌。那过去呢这么多期来，很多人一直说，哎，很喜欢听黄梅调啊，黄梅调哦不是很多人都会唱的。那刚好呢今天有丽颖啊，那我就问他会不会唱这首歌，因为基本上很多中国来自中国的朋友都会唱这首夫妻双双把家还，所以带来了这首黄梅调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